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八，欢迎收看《地上足球》。昨天欧足联是进行了欧冠八进四的抽签仪式，很多兄弟们邀请老八来给大家做一个预测。那么我来了，之前16进8的预测，相信很多人都看了，除了曼联没有预测正确之外，其余的都多少正确。特别是我预测了三场冷门，第一场是拜仁慕尼黑，没有出现冷门。另外一场是武器大师出现了冷门，本菲卡晋级的，和以及最后一场，我说尤文图斯也要爆冷，同时也爆冷了，所以我对冷门的预测还是有实力的。那么八进四抽签结果也出来了，总的来说一句话，王不见王。老八之前说过，欧冠这些队伍里面前四的球队分别是 Manchester City、Liverpool、Chelsea 和 FC 拜仁，那么这四支球队都没有在八进四中相互遇到，所以说王不见王，欧冠的四强已经诞生了。可能很多兄弟会对切尔西对打皇马的这场对决有疑问。其实除了切尔西打皇马，其余的三场比赛都没有过多的悬念。那么老八需要提醒大家是，皇马根本不可能打赢切尔西。很多兄弟是伪球迷，他们看比赛看得不多，可能是因为今年梅罗转会造成了足坛的大流量，他们才开始重新关注足球的。很多人啊，我看网上评论都说，当皇马抽到切尔西的时候，皇马表情是哈哈哈哈哈哈，切尔西表情是我看到类似很多这样的言论，老八就想说，难道说你们去年的欧冠淘汰赛没有看吗？去年皇马和切尔西已经在淘汰赛中较量了，最终的比分是切尔西以两球淘汰掉皇马。很多人就觉得切尔西赢了两个球，好像不能说明今年的问题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去年切尔西淘汰皇马的比赛，你们有看吗？如果不是库尔图瓦，皇马连全尸都留不下，因为输两个球可以说是留了一个全尸。但是去年如果没有库尔图瓦的神勇发挥，皇马一定是被五马分尸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输五个球以上。那么有请我的助理来放一下去年皇马和切尔西的数据。你需要注意的是，第一场是在伯纳乌踢的，切尔西1-1打平，请看一下切尔西的数据。第二场再看一下，这是在斯坦福打的，因为这场控球就比较少，因为切尔西主要是防守反击。但两场比赛，看了球的才知道皇马是多么绝望，因为切尔西的机会实在太多了，反击效率实在是太高了，而且场面上来讲，皇马被切尔西天克，皇马太老了，典礼三中场太老了，今年更是没有希望。为什么呢？切尔西这帮年轻人又成长了一岁，而皇马的这些老逼灯又老了一岁，皇马在下降，切尔西在上升，所以我认为是没什么悬念的啊。所以说，网上很多觉得皇马是好签的人，可能有一点自信过头了，说你们是伪球迷呢也差不多啊。另外呢，切尔西目前面对的问题也比较多，但是我看目前从这个官方层面放出来的问题不大，因为图赫尔愿意开这个 G28，带着球员去打比赛。哈弗茨和芒特他们不要工资，免费踢球，同时他们还要帮球队出钱。哈弗茨的原话，这个机票我给了。还有一个是阿斯皮利奎塔，直接说了，这已经在向俱乐部申请承担客场出战的所有费用。所以说你们不要觉得切尔西好像没钱打不了比赛，我的天，你知道这球员工资多少钱吗？你知道吗，小强？切，你知道切尔西这帮球员他们工资多少钱吗？这不是什么大学生联赛，大哥，一张头等舱机票顶上天1-2千欧元，他们的周薪十几二十万欧元啊！你觉得掏不起1-2千欧元的机票吗？一个五星级酒店几百欧，他们一周的工资最少也是几万欧呀！所以说，不要觉得这些球员没钱哦，切尔西财政出现压力了哦，他没钱打比赛了，他们的没钱买机票了，没钱开大巴车了。
这些都是空话，明白了吗？但目前切尔西采访层面上给出的这个，我们可以看出切尔西是非常团结的，啊，不管从球员还是球迷都非常团结，其内部并没有被击垮，反而让切尔西这辆大巴车更加坚固了。相反，皇马又老了一岁了，特别是这些主力，本泽马也好，典礼三中场也好，年纪又大了。打巴黎圣尔曼没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巴黎圣尔曼是第六联赛，你这次对的可是 Chelsea 啊， Chelsea 是英超最年轻的豪门，知道吗？英超这四大豪门、六大豪门里面，平均年纪最小的就是 Chelsea 的体能优势、青春风暴，顶得住什么呀？所以说我的判断是，只要库尔图瓦不再神勇，那么必是一场五马分尸，懂了吧 ？OK， 另外的三场比赛没有什么悬念。那么很多人让我来评价半决赛和决赛的队伍，因为曼城和切尔西谁进决赛，这个说不清楚，每个人都是五五开。特别是考虑到切尔西对曼城的战绩，就图赫尔执教切尔西以来对曼城的战绩，实际上切尔西是占优势的啊。但是今年的曼城比往年都要强，这说不定。那么另外一场半决赛就是 Liverpool 对拜仁，这个也没有什么悬念呀。拜仁跟利物浦前几年才打过，来，助理放下数据，主场和客场的数据都看一下吧。如果不是利物浦的三叉戟没有穿射门靴，拜仁不可能才输这点球。看数据了吗？如果看了比赛的，更会觉得拜仁的绝望。真的，切尔西和利物浦这两个队伍，对什么对其他四大联赛的球队，真的就是屠杀。他们的奔跑能力、覆盖能力、反抢能力太强了。有兴趣的可以去复习一下 Liverpool 对拜仁的欧冠两回合，再看看切尔西对皇马的比赛集锦，你会发现来自上位者的降维打击，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的级别。那最后，大家来欣赏一下上位者对下位者的降维打击。所以兄弟们，今年欧冠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将要看到的是英超第39轮。我个人预计今年英超第39轮 Liverpool vs Manchester City 最终夺冠的球队将是 Liverpool， 最终 Liverpool 的不死鸟将会脚踩七个星星。今年就是利物浦超越 AC 米兰成为世界第二俱乐部的一年，记好了。